我们要保护好自己，不要让雷劫夺走我们的心愿。渡劫之事本就该他自己完成，旁人插手反倒一生祸端。若是连雷劫都熬不过，那这晋级也是毫无意义。 可是以他现在的状态，绝对熬不过下一届。古族渡劫讲究破而后立，天雷断体，不破不立。敢问阁下，尊姓大名？生死皆是一场空，名字这些都是虚妄。 不知晚辈可否？我本也是寄居此地，你不必经过我的同意。这儿也有我大翼皇室的标记，莫非这孤魂竟与我的祖辈有什么渊源？ 晋级成功，便要拆了我这儿不成？我都忘了，这十世内的苍穹，阴阳交融。 方才这阴雷劫算是过了，不过，这阳雷劫吗？图腾转移，天下竟有人可以真的做到！ 小子，没想到你竟然有这种天赋，从今日起我就是你师父。师父？嗯，好徒儿。我何时成了阁下的徒弟了？前辈，请自重，晚辈还没有拜师的打算。哼，你既然不认我这个师父，那此劫。 你就自己渡吧。雷劫本该由历劫者自己立。 如若有人违反，自然是愈发难以承担。师父，我从不强人所难。师父，徒儿发誓，我真是发自内心的。哼，审时度势，不错，为师很是满意。
瞧好了，这算是为师教你的第一课。你醒了，是你帮我挡住了雷劫。哼，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？不过经过这事儿，我算明白了，古族的能力远比我想象的强。什么？十一月，我有个主意，需要你的帮忙。你是，你那日所言，可当真？玄天司私下培养变异古族，那我当然也只能联合古族来对抗他们。可是这样若是被人发现了，岂不是？我早就想好了，训练地点放在小瀛洲内，这样又有谁能发现呢？那日你交代我的事，今天我让楚辞带他们来了。好。应是从地下传来的。搭了，这位是？就是城北的屠夫屠老大，土系古族。郡守大人好，三公子万岁！郡守大人好，三公子万岁！郡守大人好，三公子万岁！哎呀，够了！屠老大兄弟，先起来吧，以后不必这么客气。三公子竟然叫我兄弟！竟然叫我兄弟，三公子竟然叫我兄弟，竟然叫我兄弟。确定他是古族？是的。你就找了他一个？当然不止。诸位，感受到风的喧嚣了吗？啊！救命啊！啊！你快放开我！他叫风铃，风系古族。你不带上桑柔？桑柔吗？这倒是一个棘手的问题。可我已经告诉他了，城混沌初开之眼，玉门开。妾身来晚了，让诸位久等了。
就是。欢迎来到古族的世界。好充沛的灵力。嗯，小云中存在于古族鼎盛时期，与世隔绝，自有天然的灵气淤积。那我们若是在此修行，岂不是事半功倍？这就是我带你们来这里的目的。地图术，雕虫小技。哼，那试试吃我这一击。住手。怎么回事啊？易迅，你这是何意？此处灵力充沛，故带几位友人前来修炼。况且我想我们修行有时也需要一个对手吧。凤灵呢？你把他怎么了？师父，修炼要紧，我这些友人就让他们在外修行吧。不准靠近黑塔。公子啥时候有了这么个冷冰冰的师父啊？前辈虽然生性古怪，但是绝没有恶意。行了，我们也加紧修行吧。就是因为不是你自身的图腾，所以才无法长时间保持。可图腾快消失了。图腾在真正的生死时刻就能彻底的激发潜能。若是真死了，这一切就没有意义了。那我只能说你真是糟蹋了你的天赋。你真是太疯狂了。不疯魔不成活，我遍查古迹，拥有复刻图腾能力之人，千百年来除你之外只有一人。那人是谁？玄天司的大手尊。大手尊在楚国统辖整片中原的玄天司。或许你们真的有什么渊源。渊源？哼，我与玄天司势不两立，此行目的就是清洗上世郡，灭了葛谭。葛谭？葛谭？怎么了？风旋锥，大地老树，起！
这周来，这次是我们配合的最娴熟的一次。不是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他就没在里头。啊？怎么可能？我们明明都困住他了。这次的确有进步。不过还差一点。你们这次的配合已经很棒了。若不是我之前晋级了，掌握了瞬间移动，恐怕就真的要被你们擒住了。哦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累死了。也不知道一迅怎么样了。不错，短短一周时间，掌控图腾的时间足足提升了5倍。师父，那这一关不算是过了吧？基础的修行到此为止，接下来就看你的造化。这些都是古族的图腾。当年我踏遍中原，遍寻12祖灵图腾，就是想突破我们古族的极限。唉，一切皆是因缘啊！没想到当年我无法完成的一生之夙愿，今日竟要你替我来完成。可是，我这不是已经可以复刻了吗？要知道，所有古族都会因为属性单一而被克制。但如果你同时拥有2个图腾，乃至更多呢？到时候，我定能轻松平定尚世俊。倒要看看玄天司还敢不敢在我一国北境放肆。行了，多说无益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也觉察到了？我感觉我体内的灵力竟然因为这座黑塔而感到恐惧。十一月姐姐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人为操作的吗？是易迅，那是易迅。
子，他应该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方才第一次尝试复刻两种图腾，能量实在太庞大了，一下子有点难以承受。你虽能复刻图腾，但毕竟是凡人之躯，我明日以秘法助你天雷断体，到时再尝试复刻定是手到擒来。可是以一勋现在这样又如何扛得住天雷？我到时布一个侠阵，以你们五人做阵眼，定能辅助易迅渡过雷劫。好，那就依前辈所言。明日之事，易迅在此，先谢过诸位。哎，公子客气了，都是自己人，谈什么谢不谢的？草民能为郡守大人做些小事，已是万分荣幸。行了，大家今日也是累了，就此散了吧。大家今天要早点休息，明日要好好助三公子渡过雷劫。三柔姑娘，啊，三柔姑娘，你不是住在西厢房吗？啊，我见此处景色不错，所以前来看看。姐姐要一起吗？不了，桑柔姑娘，你也早些休息。你准备好了吗？起阵。不要抵抗，让天雷断体。来吧。出乎意料的舒服。那好，你继续享受吧。他体内的毒之灵力已经失控了，你们方才渡完雷劫，太过虚弱，最好先行离开，这里交给我。十一月，你不走？我马上就来。
别来无恙呢。可谭，你竟敢突袭郡守府。哼，郡守府又如何？告诉你一讯，我的人在这上石郡中无处不在。你还知道回来？大人，他们打开了通往小瀛洲的玉门。太好了，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。他们要列阵以助义训渡劫，若是那时大人动手。好，就依你所言。丧手，我果然猜得没错。啊，糟了，十一元。给我看好了，若有反抗，杀。你先走，这丫头就交给我了，时事有要可以医治。你这是何意？我们古族血脉相连，不会抛下同族。怎么将自己搞得如此狼狈？葛谭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有一个在里头？桑荣，你是葛谭的人？你就是死，也是我玄天司的鬼。你可曾见过一方黑色镇灵石？不可能啊，当年景姬死前带着黑金镇灵石流亡小瀛洲，这是我亲眼所见。奴家誓死效忠大人，绝无二心。景姬啊景姬，你究竟将它藏在哪儿了？大人，你要找的东西，我想前辈或许会知道。前辈？什么前辈？就是义训的师父，他在这儿已经待了。不好。老实点，
又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为了吸引你们的注意力而已。嗯，人呢？今日正好拿你们试试手。立阵，快！是不是晚了点？竟然能释放这么大范围的阵法！啊！这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今日就肃清了你们这些玄天司的走狗！走吧。擅闯小瀛洲者，死！如此蛮横的空间灵力，静姬，原来你真的没有死。当年之事，你听我解释。你知道我的过往？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只是一缕残魂，我看你就是在胡言乱语，受死吧！你还记得黑金镇灵石吗？黑金镇灵石，在他身上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又是何人？古族上鸟，数千年来邪鸟毕方之魂一直由空间一族所镇压着，而你正是毕方一族的最后一任看守。我，毕方之魂。十年前，玄天司与古族通力合作，将毕方之魂制为黑金镇灵石，更方便封印。不料当夜，身为看守的你却与镇灵石消失了。古族丢失此等神物，自是恼火，而玄天司则一口咬定是古族借口私吞，甚至出手荡平了空间一脉。至此，开始两方彻底决裂，开始了十年杀伐。空间一脉，因我而蒙难，静姬，罪孽深重。你还记得你将它放在哪儿了吗？空间内核。对，就是它，静姬，将它给我，我定能找到当晚袭击你的人，为你报仇。我看你很想要得到这个东西。易迅，又是你。
是音乐姐姐受伤了，桑柔姐姐，你原来真的是……师傅，你先收好，我来揭穿这个小人的真面目。哼，一迅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可谈，我问你，当年我师父是不是与这黑剑镇灵石一同神秘失踪了？对呀，我方才就说过了。那好，既然玄天司都因此与古族争斗十年，可你又如何得知我师父下落的？这是我调查得知的。胡扯，此事玄天司都无从调查，只能怀疑是古族坚守自盗。你又从何处得知？能知道当夜有人袭击师父，又使他陨落小瀛洲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你，真正的行凶者。啊！真的是你！哈哈哈！不错，你分析得很对，只是事到如今，一切还是晚了。师父，快将镇灵石锁回内核中。师父，都是你，有我在，你就休想得逞。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拦我？既然如此，今日我就要将内核整个带走。毁了小瀛洲，这与我有何干？义俊，你必须阻止他。可叹，受死吧！桑柔。什么？哼，奴家的蛊毒之术让公子见笑了。你以为他就可以拦得住我？他绝对可以拦得住你。桑柔姐姐，你总之，义迅，你要是敢动大人一下，我定叫十一月血溅当场。我倒要看你如何拦我。
就要崩溃了，你们必须离开，你还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做。可是如今没有月亮，玉门又毁了，我们该如何出去？我能开启玉门。前辈，这般强行开启恐怕会……白云苍狗数十载，我早已与这小灵珠化为一体，如今内核已毁，我本就不久于人世了。师父，易迅，你听好了，黑金镇灵石邪恶异常，数百年来我们古族只是因为无法摧毁它，才只能将其镇压。相传只有融合十二种灵力于一身的人，才能摧毁黑金镇灵石。万载灵魂已燃尽，依我残躯助通天门。易迅，为师相信你。这地方快塌了，你们先带十一月走。师父，我一定会毁掉黑金镇灵石，绝不让可坦得逞。合力关闭它。阴阳两合，回归混沌，不能闭。十年前的那块镇灵石现世了。此物不是被古族监守自盗了吗？看来此事当年是我们武断了。不过事到如今，不能放任此等邪物在外，祸乱苍生。可是我又能做什么？我要你寻的命定之人，就是唯一能毁掉邪物的人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开门，玄天司公务。黑金镇灵石方才现世，葛谭这家伙就有这么大的动静。啊，消失了！怎么到此处，人就凭空消失不见了？
去炼狱吧。这些都是图腾。天哪，这个葛潭为了这个仪式究竟残害了多少古族。黑金镇灵石，谁？葛潭，你可知罪？我不知罪。大胆私窃黑金镇灵石，大肆屠杀无辜古族，玄天寺可容不得你了。哼，这是葛潭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你说玄天寺容不得我，是又如何？告诉你，如今是我容不得玄天寺还存于世上。天司葛潭，回我郡守府，藐视王权。我问你们，该不该诛？该诛！该诛！该诛！好，众将士随我来。回球，你也要拦我。今日我是代表玄天司而来，目的是与你一同诛杀葛潭。来人！再牵一匹马来。